学习是立身做人的永恒主题，也是报国为民的重要基础。梦想从学习开始，事业从实践起步。希望广大留学人员砥砺道德品质，掌握真才实学，练就过硬本领，努力成为堪当大任、能做大事的优秀人才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，唯创新者进，唯创新者强，唯创新者胜。希望广大留学人员积极投身创新创造实践，有敢为人先的锐气，有上下求索的执着，脚踏着祖国大地，胸怀着人民期盼，力争有所突破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建树。